东海大学美术系研究所五位女艺术家，即马开始伫彰化市妇女学院举办“画画东方，当水彩遇到胶彩”联展，透过无同款的东方媒材，创作出精美的艺术作品，非常值得乡亲前往欣赏。艺术创作无年龄的限制，追求人生的梦想，更是人人拢有机会。彰化妇女学院即马当有一张无同款的画展。这是由五位来自不同背景，而且拢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女性艺术家，共同为着家己的梦想来进入大学艺术系来学习。因利用五年的时间，互相鼓励交流，创作出属于家己的艺术作品，并且呈现给所有的乡亲。我们这次的展览主要的主题，我们是以画画东方为命题。那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论述想要表达给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主要是要分享我们在大学时候五年的努力。那这五年以来，我们从大学毕业到现在，再加上我们五个人同时上研究所，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就是追求梦想的勇气跟努力，可以带给社会大众一点就是正面的，也许是观感吧，或者是表现我们的成果，让大家知道说，追寻梦想其实并没有年纪的限制。彰化市长柯建富表示，一届有五位画家同时展出作品，实在是真难得。咱今嘛真欢喜讲，有一届五位这个艺术家吼，同齐只做一个联展。那我伫只特别欢迎以外，嘛看到呢咱这个画吼，非常有内涵吼，伊画这个方法吼。特地咱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欣赏。这届画展展期是到11月16日为止，欢迎对艺术创作有兴趣的乡亲，会当利用时间前往彰化花勇市场二楼彰化妇女学院来欣赏。新彰化新闻白冰林彰化采访报道。